强情节都市情感大剧《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》已于4月18日登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，每晚两集连播。该剧由于经纬担任总制片人，郑晓龙担任艺术总监，实力派导演于纯执导，80后编剧蒋丹执笔，同时还有罗晋、潘之琳、陶征、张晨光、吕星辰、王艳辉、傅孟柏、程宇、杨新宁等众多演员实力演绎。该剧讲述了都市白领谭豆豆，潘之琳是收到一个装有冰毒的快递，寄件人是她消失了7年的前男友靳远罗晋氏。为探寻真相，她追踪千里寻找靳远，并与其携手作战的故事。破冰者以缉毒为故事线，在展现都市青年的情感和成长历程的同时，也展现出奋战在一线的公安干警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。4月21日总制片人于经纬，导演于纯，编剧蒋丹，以及主演罗晋、潘之琳、陶征、傅孟柏悉数亮相北京卫视《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》（以下称破冰者）媒体见面会现场，与现场的媒体、粉丝共话台前幕后的故事。于经纬携金牌制作团队，剧本磨合3年深扎现实致敬和平年代缉毒英雄。作为曾在北京电视台工作过25年的资深电视从业者，于经纬在见面会一开始便用回家、温暖、力量形容自己的感受。从林师傅在首尔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带到猎人，尽管已担任过多部热门剧集的制片人，但破冰者却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。这其实是我2015年自己创业以后第一部作品，3年来的第一个作品，也是唯一的一个作品。谈及做此剧的初衷，于经纬解释道，当时是偶然跟朋友聊天，虽然早就知道缉毒警察的工作危险，但是他们的牺牲是我们所不能了解到的。我当时想做一个跟原来不一样的都市情感剧，表达当下年轻人时代生活的感受和成长的同时，我们能有多一点情怀、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。